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One Dreamer。 Dream 的意思是做梦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梦游者吗？我不知道，我们来一起玩玩看吧。 The following previews is still an early device menu. 它是 demo 版本。 Stop spinning. No, no, no. Why?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Stop already. Okay.哇哦，这个是同人的作品哎。What's going on? 我们主角的名字叫做 Frank. My head is. Oh man, things are messed up. 我没有想过。Need to get out of here so I can think clearly. 我没有想过同人的作品可以好成这样子哎，这个光晕还有它 pixel 的感觉看起来好棒哦。我们要按上下左右来移动哦。OK， 等一下，我是受伤了吗？我在滴血，我可以跳吗？不行，我可以蹲，不行，我只能往前走。Alright then， 往前走。我们现在一直就是梦境里吗 ？This cuts deeper than I thought. I better find some help. 他说他的伤口比想象中的还要深哦。OK， 哦，按 Z 去。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爬起来，哈 ？This doesn't make any sense. OK 。哇！现在整个光晕消失了，剩下晚上的感觉。Someone else must be behind this. 他说有人在我们后面，真的还假的、啊？我可以回去看看吗？我听见有人在 whisper 的声音。Just a little further. 只要再走远一点点。哇！诱饵的声音，诱饵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了。我看他没有办法走太远。OK， 我们又从另外一个地方醒来了。What？ Hi。You must have dozed off。他说我大概是晕倒了。我在哪个地方 ？OK， 我们现在在一个洞穴里面呢。哇，这是同人做的作品哎。好，我现在没有办法跳。I have no idea where I am.Did I fall down a hole or something? 我没有注意我现在人在哪里。我是从洞里面掉下来的吗？我会掉下去吗？我会掉下去吗？不会掉下去。按住 space 来跳，来喽。My head hurts. 我的头好痛哦。See if I can find someone. 全世界的人类们，跟着我一起把手举起来。超可爱的。可以爬起来了。It's a long way down. Looks like I better make the jump. 演唱会。OK， 马上跳下去喽。哇！嘿！哦，我跳失败了，我还以为那是剧情需要。My head hurts. OK. See if I can find someone. 好的，我们要跳过去。It's a long way down. Looks like I better make the jump.他说他必须要跳起来啊！跳过来了。OK， 继续往前走哦。这边好像是有人类来过哎，这边像是人类扎的营地的样子。好多小编哦。Looks like an old abandoned construction site. 这里是一个，被abandoned 是抛弃、被遗落、被那个叫做什么，没有人在使用的一个设施。所以这个是什么设施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只觉得这款游戏的气氛营造的好棒哦、啊。它现在它的 BGM 啊，还有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蛮棒的。为什么一直跌倒？有人，是一个女生。Alice, wait up！ 爱丽丝。Damn it！ 我该怎么过去 ？Looks like I'm gonna have to find another way around。我必须要找别的办法可以才能过去。我想知道爱丽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这边可以使用是不是？我好像走在这附近可以使用一下。It's jammed. 它已经。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round here that can open it. 它被堵起来了，然后我们要找东西去把它撬开。我刚刚看到前面有斧头，我是不知道这个斧头可不可以用了。我猜应该可以。Maybe I could get that axe. 我觉得我可以啊。我没有办法。哦，我刚刚明明就可以直接拿到，为什么我还需要这个？还需要这个东西。
Press to make object. 我按一下 Z， 然后啊，我们要按住 Z。哎，不是吗？按一下 Z， 按一下 Z。我可以干嘛？Press again to cancel， 按下去去让物件可以让它推，按下去。OK， 我现在，哦，我是要往前推，哦，为什么往这个地方推？不能往啊，我们要到后面去了。这样子。啊，我懂了。我想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拉呀？它只能用推的，没有办法用拉的。好的。Alright。嘿，哎，所以我们要再按一次，取消这个状态。可以了。我明明就可以跳起来拿到。好诶。我们拿到了一把斧头背在后面。他终于不是把斧头收起来收到异次元口袋里面了。我要把木头给锯下来。应该是到这个地方吧。他的判定点好小。我在那有砍到。他说我猜这应该是出口。他连斧头都布不好，他直接把斧头丢下去。等一下，斧头嘞？ Looks like an old mining tunnel. 看起来像是一个旧的矿坑。我想看一下这附近还有没有人在这个地方。Okay. Looks like an old mining tunnel. I wonder if there's anyone still around. 那为什么刚刚会重新来过一次？我们可以进去这里面吗？不行，要继续往前走。Okay. Easy. 这个。白白的是什么啊？不知道是什么。我们还有办法过去吗？哎呀，蹲过去哎，好可爱哦！还可以再蹲过去吗？他走路好像外星人，他是怎么走的？他在扭动他的腰。啊哈！这是代表卡住了对吧？这边有绳子哎，我可以过去吗？I better find a way out real quick. 这个地方看起来还撑不久了，我必须快点找到方法，找到办法出去。我猜应该是这个。OK. Hi. Tape the arrow key to. 哦，我要用按的吗？哦，我要用按的，为什么这是要按的？我不懂。为什么前面我可以用走的，我现在用按的 ？OK， 这个是亮亮的，是什么？那个洞穴感觉 ，Alice， 等一下， my headache， 我的头痛。What is up with this place？ 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了 ？Alice 刚刚变色了。What？ Was this where I just was？ 这是我刚刚在的地方吗 ？I guess it doesn't matter. Better find a way out of here. 我猜那应该不是重要的事情，我必须找到方法离开这个地方。Alice 刚刚不像是正常人哎。好，这边是墓园，是不是？我们又来到了奇怪的地方。Man, what a mess！ 那是鱼骨还是人骨？哇！我没有想象到那会是陷阱。哦，这大概是我之前的骨头，这是陷阱。OK， 这样可以跳，来吧。What the hell is that？ 这是什么 ？Stuck in some type of trap。这是什么东西？它看起来像是被一个陷阱给困住了。这是外星人。这是宫崎骏里面的一只外星人。好、Z， 我可以把它放下来吗 ？I guess I'll just let the poor guy out。我猜我就让他出来。啊！宫崎骏里面的一只外星人。嗨！Hey， wait up！ 嘿，你要去哪里？回来啊！跑去哪里了？哎呦，这是哪里？一个遗迹耶！外星人。He wants me to follow him。看样子他是想要我。想要我跟着他 ，OK， 外星人，等一下，嘿，我看到你哦，还是那只别只，这该不会有很多只外星人吧？嘿 ，This is getting strange， 这里越变越奇怪了。也许我该往回走，我猜往回走也没救，我这边多出一条手，哎，嘿，我看到你了 ，OK， This damn headache keeps coming back。头痛一直回来，所以主角每头痛一次之后，就是痛到最不舒服的时候，这附近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什么东西在我后面呢？
我的左耳，他跑去哪里了、啊？我已经好一阵子没看见他嘞，我是不是该回去啊？嗨，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啊、这个是捕梦网，所以代表主角在睡觉哦。看起来像是一个小营地。Hello， 有人在家吗 ？There's someone. Maybe I can ask her where I am. 这边有一个人，也许我可以问他我是谁。主角不知道我是谁。Hey，Hello。Hey， excuse me. Whoa, sorry. I think you've mistaken me for someone else. 哎，你认错我了！Alice。OK， 刚刚那个人是爱丽丝。Eddie is killing me. 我们又回来了。What the? Well, that's right. Better get out of here quick.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我们刚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Oh my gosh！ 等一下，这一股屋是怎么回事 ？Jesus Christ! Is that Alice? 天哪，那是爱丽丝吗？他到底在想什么、啊？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情啊 ？Do something wrong？ 我做错了什么吗 ？Remember？ 我想不起来。等外星人 ？Why do I feel like I've been here before？ 为什么我感觉我好像曾经来过这个地方 ？Can't see a thing。这些该死的雾让我看不到东西。OK 。That's interesting. Wait. 等等 Something doesn't feel right. 有什么东西感觉不太对？到底是什么？ Yeah. 等等 Alice, actually. 爱丽丝她 I can't think with this damn headache. If I could just think normally for a minute. What's going on? What? What?Okay. Wow. Crap! Did I just have a nightmare? Wow. I'm such a mess, man. I need to stop pulling onitis. Wow. This game's gonna be the death of me. Wow. 我在做梦哎。我在做梦哎。我这款游戏，这款游戏是同人作品，同人作品啊！我的天哪！我已经有多久没有玩到这么好玩的同人作品了？呀，爱丽丝不会是我。不会是我，不会是我梦到的，不会是我现实中认识的人吧 ？I think they're all dead。我猜那些鱼都死掉，真的还假的、啊？这边有东西吗？我是拿到了什么吗 ？OK， 我没有拿到东西。这边有可以。Wait. Better check my crowdfunding campaign。我必须检查一下我的东西哦，看一下。Oh, sweet new mail。嗯，新的信件。看一下有没有raffle 是什么？我来看一下，我可以关机吗？我可以关机。New mail. Let's see if I won that raffle. 好，来看一下我没有收到什么信件。Morning, love. Brother was in car accident. Gone to visit parents. Jeez, I hope he's okay. 有人出车祸哎、欸！我可以回他吗？嗯、that's terrible news. I hope he has a speedy recovery. Is that too vague of a reply? 他是回信 ，Alice 寄信给他哎、欸。Alice 说 ，Morning, love.Alice 是他老婆，他老婆是 Alice。Brother was in a car， 他的 Alice 的哥哥遇到了车祸，我必须要去见见他。然后就我们主角跟他说，这真是糟糕的消息，爱丽丝，就是你要送达我的关怀这样子。他妈寄信是什么 ？Frank， when will you start getting a job？ Oh， same old stuff。Doesn't she know this is my big break？他妈说你什么时候才要得到新的工作？然后主角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在休息吗？好，所以我们不回给老妈吗？我们把它关掉，好酷哦。OK， 我们可以上 Facebook 哎、欸。Ooh, notification. Let's see what's from. I don't think I will ever end up playing that game. 我不能看我们自己的粉丝团吗？可以搜寻 OE 网吗？不行，搜寻 OE 网。Okay, 这个 C 是什么东西啊 ？Okay, not a crowdfunder. 嗯哼，这不是我常用的网站，这个是 Twitter 对不对 ？Hey, look, two more followers. 啊，都两个追随者，是谁追随我啊？
啊哈，不认识，这是波浪吗？ Maybe I could see Pixel Book for inspiration. Pixel. I could always do with a cat picture here and there. 这都妈的，这个是为什么上面会有外星人？Dreamer. 哦，这个是地图是吗？ Okay, that's weird.Weird， 我好期待这款游戏正式出来的样子哦。这是他的厨房。Okay. Okay,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are backing me. Ah, I love you guys, especially you, Snoop Frog. 这个是制作者名单，制作者名单。Okay， 好了，把这个关掉。好，我还有其他，我可以上网，不要，我不需要上网。这个是。Maybe I could do some music. 啊，音乐。他就把游戏里面的东西全部放在这台电脑里面了，还蛮酷的。我不能够做其他事情了吗？不能够嘞。所以这款游戏目前就到这里是吗？好像就到这里嘞。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Oh, sweet new mail. Let's see if I won that raffle. Okay, one from Alice. One. Wait. 哦，我可以继续回答。Alice's brother owns a Maserati. Man, I hope he has insurance.Okay, Frank, when you will, 这是妈妈说的。Man, I'm hungry. I wonder if Alice can grab some burgers on the way home. 哦，所以还有继续哎。他说 Alice 在回来家里的时候，他不知道会不会带一些汉堡回来。That's terrible news. I hope he has a speedy recovery. Is that too vague of a reply? Wait, doesn't Alice's brother own a Maserati? Man, I'm hungry. Wait. 不对不对。Okay, sent. 哦，我们要寄出。哦、oh, ，so ga， 我们已经把信件寄出去了。哦、oh,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已经做好我们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写给爱丽丝，跟她讲说这真是糟糕的消息。所以我们继续吧。so ga， 我刚刚没有寄出信就对了。我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太好了。Okay, better face the real world. I just hope I get enough funds to finish this. 他说要面对真实世界了。结束了，结束了，当当，All right， 这是一款在 Gemdrop 上面的一款同人游戏哦，叫做 One Dreamer， 一个梦游者。对啊，如果你们想要自己试玩看看的话，可以来玩玩看。那这款游戏它现在是 demo 版本，demo 版本，所以如果它有正式版本出来的话，帮我们知道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